干净吧。你看，现在就坐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去，别乱跑啊。哼，哎，姑娘，家里面没菜了，就有些零食，你先吃着，我出去买点菜。吃吧，姑娘，你在这待着，别乱跑啊！你去买点菜，我来给你做饭。姑娘，坐会儿，坐着歇会儿。哎，你说这都3个月了，你寻人启事我也听了那么久，怎么都没有人过来找你啊？哎，而且你看，这还没好，现在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我这没了工作，为了照顾你，我这被领导都开除了。没了工作，不没事，我不后悔，你就安心在这住着吧。过两天我再去电视台登登新闻，登登报纸，我相信你家人肯定会找到你的。亲人过来找你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放心，亲人不来找你，我一个养着你。谢谢。哎，姑娘不用客气了，你就在这安心的住下吧。相信迟早你亲人会找到你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姑娘，你忙碌了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啊，太好了。我家就在幸福小区5号楼1单元。啊，行，你直接过来吧，我在家等着你。好。姑娘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好像是你妹要过来接你了。等一会儿。怎么了，姑娘？姑娘。你要不要去医院呢？这可怎么办？要不去医院吧。大哥，没事，我一想之前的事，我就头疼。这样啊，那姑娘先别想了，先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想想到我家人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姑娘你好。大哥，这个是你贴的吗？对对对，这就是我贴的。大哥，那现在照片上这个姑娘在哪儿呀？就在屋里呢，那姑娘先过来吧。谢谢大哥。姐，姐，姐。这你都跑哪儿去了？这。
的孩子都生下来了。妹妹，姐，我是妹妹，我是玛丽姐。玛丽，妹妹，姐，妹妹，姑娘，这是你姐啊。是啊，妹妹，姐，这是这样的，这当初我姐夫出车祸了。那个时候我姐还怀着孩子，这一下打击太大，她受不了就崩溃了。这后来送去医院治疗的时候，她偷跑出来，医生说她精神不正常了。这我们一家人到处找她，这天天找，这现在终于找到了。大哥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原来这样，姑娘，三个多月前像他一个人挺了个大肚子在路边，那么热的天我就把他接回来家里让他住下了。可是为了照顾他，哎，这工作也没了。大哥，这你为了照顾我姐工作都丢了。因为你姐她生孩子还要坐月子没人照顾，我是迫不得已只能耽误了工作照顾你姐了。大哥，真是太麻烦你了，这三个月你为了照顾我姐也是尽心尽力了。我看她现在状态挺好的，都多亏了你的照顾呀。姑娘，你说这话都太客气了，你姐也不容易，是个可怜人呐，年纪这么轻轻的丈夫就没了。大哥，这次我是想把我姐带走，毕竟在这儿他也不太习惯嘛。那应该的。姐，咱回家。不回，不回。大哥，这我姐她不回。姐，咱回家，回家住大房子吃好吃的。大哥，你看这我姐现在她这么依赖你，我这样强行带她回去也不是个办法。这刚好你现在失业了吗？这不瞒你说，我们家有自己的公司，这要不你来我们家公司上班，顺便你还能照顾照顾我姐。那行，真谢姑娘了。要说感谢也得是我们全家感谢您，多亏了您照顾我姐，要不是您，我们全家可能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了，他也可能在路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要不咱现在回去，我带您去公司看看。你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们全家肯定不会亏待您的。这顺便你跟我回去看看公司，这要不是你不回去，我姐她也不会回去的。咱走吧。是，走吧，姑娘，姐，出去玩去。走。出去玩。